各位不觉网友大家好，我是李明川。很多女性朋友都非常重视保养这件事情，但是呢，很多人都羡慕像电视里面的名媛贵妇一样的北泡泡又咪咪的好命肌。而这样的好命肌要怎么样完成呢？怎么样创造出来呢？今天明川老师就要揭开贵妇们的秘密武器。那什么是好命肌呢？当然第一呢，你要气色非常的红润，另外呢，就要有透亮无瑕疵的感觉。而这样的好命肌呢，其实呢，你只要透过外敷内实这样的一个保养方法，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秘密武器就是我手上这一颗珍珠粉胶囊。珍珠粉自古以来，从慈禧太后非常好的气色就可以知道珍珠粉的功效。而现在的高科技呢，微纳米技术呢，可以让珍珠粉里面呢去除重金属，让你的这个保养更加沉。食用是最直接的保养方式，所以我建议大家懒人妹妹们可以用吃的方式，每天早晚固定食用，就能让胶囊里面的燕窝萃取物以及微纳米珍珠粉直接又快速的被吸收。另外一个快速的保养方法就是打开一到两颗胶囊，倒出里面的微纳米珍珠粉，加入精华液或者是维他命 E 调和均匀，然后涂抹在脸上，静待15分钟之后用清水洗净，建议大家一周使用两次。里面微纳米珍珠粉不但可以直接食用，加上呢非常微细的分子可以增加人体自然吸收率。珍珠粉里面有什么厉害的美容成分？第一个，燕窝萃取物，高含量的 EGF 可以帮助你促进胶原蛋白、玻尿酸以及弹力蛋白的再生能力。维奈米珍珠粉里面含有三种稀有的氨基酸成分，三者交相比对，交相相乘之后呢，会让你真正达到润泽焕容的效果，让你呈现如珍珠般的迷人气色。保养方法这么多种，在今年夏天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搭配明川老师刚教大家的外敷内实的方法，让你可以真正成为贵妇肌。